那些宝藏是日本人在战争时期留下的金条啊。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有福一起享吗？啊！大柱哥发财了。这已经是一个星期以来发生的第八宗劫案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不认得我，我是昨晚那个胖子。啊！我认为，既然我们不能藏着桑尼这位英雄，那就不如顺应民意，将他捧为民众的灭罪偶像，或者是救世主。我可以做他的经纪人。人有的时候可能很容易迷失方向吧，更会迷失自我。你这个小怪物，有收拾他们的能耐，我就教你如何控制你的潜能。我不想做人，我要做神。我跟你都是坏人，都是同一类人。